遐有底，遐有功夫底才有法度。嘛无功夫底，都网络加看者，经验加吸收者就有啊。放弃了。放弃了。才十几岁爬遐高。哈哈哈。嘿，来足高哦。较紧，看下较紧哦。安尼有清无？清的啊。有解无？我是要叫你画，人你家讲看要倒买个东西，叫够清的啦。你个镜头吼，上好搁用一个副光罩有无吼？搁较水，较袂像遐白光。你是讲荧幕啊？迄个镜头。镜头。嗯。用一个那来遮光罩安尼无？头顶啊，头顶一个遮光罩。安尼偌济？你做啊卖电器安尼，你卖偌济？买袂偌济？你莫甲人开玩笑，人这人伊食饭钱，食饭碗，你是？哇，这练手感尔。嗯。哦，你行测，对。做，厝底有在做空拍。嗯。原来用这种还是四轴。四轴啦。嗯。哈哈哈！干嘛去学弄掉？对。迷你天行者，你看你无非讲，我唔敢两单讲实在。背关较无趣。是啊，这心跳会较紧。我四圣遐嘛一个，嘛是拢爱飞。是啊、哦。迄、那个技术嘛袂歹。四圣迄边，迄四圣飞。啊，有倒飞空无？唔知呢，啊，不过伊拢飞足低。我感觉伊也乖乖。但你飞低，你啊爱机要稳定，较无都飞低啊。我啊，再买一条，啊，再买一条。我们来学就对了。今去赚机仔钱，明仔赚储存钱。本来是你爱买有啊，我银幕即摆我着买无啊，已经迄个卖家已经无咧卖啊。是哦，大陆还是台湾？奇美的面板啊。无啦，你台湾买还是大陆买啦？台湾啊。对哦。啊，着奇美的面板、啊。哦。哦，这台嘛，这台有飞控的啦，这台头前这台有飞控的啦。飞真啊慢啊，拄啊飞三脚骨断啊。有，嗯，哦，还有唔孬。我这简单就好啊，无啥物飞啊远。飞愈远，风险愈大。会啊，对啊，无唔对啊。迷你天行者 ，PS 通信模式。哎对。799。哎，通信的。799。差不多啦，然后八百不到800块啦。还有给你800块。对啊，含运费啊。5x5也减啊，20A 减费。对啊，你叫伊搭配就会使啊。3A 是500。诶，500啊是，啊是850嘛会使，我是850。我有800块。八百条买三，8208。你看这四分之一油门就会当平平飞啊，四分之一油门尔，足省的啊。啊，有风嘞？有风，加一点嘛就会使。嘿啊！
才富裕有陀螺仪啊。陀螺仪足重诶。轻的细条诶。嗯。啊，差诶啥无？差诶足少诶物件。那么先设定了遥控器吗？还设定？练。练了，差了一点自动。设定感度多少？啊，调感度多少？啊，陀螺仪是一个镜片安尼哦。我嘛唔知，伊就一个阿爸。嗯。哎、欸，看那接收安尼。好干了。大家电本来信号很慢，而且我也不太懂。有点事啊。所以就差不多。你无一种高度距离的吼？无、嗯。无想要用遐复杂。所以我得。我伫大江诶，伊就是高度距离啦，是速度啦，迄拢有显示诶。对。啊，就是内底就是伊就是拢整合伫内底吼。啊，来到家里的墓室啊！我头拄仔读，我头拄仔远远的墓。